各位好，今天为你介绍一种艾线培根，制作非常简单，一看就知道了。上面这个硬币可以调整，后面一点就弱一点，前面一点短的嘛就强一点，这边可以装任何的装饰品，后面是贴在吉他上取用方便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随你自己设计。